我属于哪一宗哪一派？我属于哪一位法师？因为法师也是人，他不变得具足帮助各种众生的方法，但是他那个法我学，他那个法我学，只要帮助众生的方法，喜欢修南传，喜欢修汉传，喜欢修藏传，我们都要懂一点帮助众生的方法，具足一切，转理生经，再来解脱道论。使菩萨摩诃萨于一切众生以自相饶益。什么叫自相？自己也互相都要帮，要帮助自己，也要帮助对方。啊，满持波罗蜜，要圆满这个持波罗蜜，给众生离苦得乐的种种的功德。菩萨摩诃萨于一切众生修持，如何修呢？各位这个一定要观修哦。于亲友，再来中人，就是没关系的，再来。愿家这三个亲中疏啊，所以持平等心、离嗔恚跟贪爱心，记住啊。嗔恚我们知道，贪爱也不行。你特别爱你女儿啊，你特别爱奶都不行，因为这个会伤到你修持无量。虽然各位没有出家，乃至各位已经出家，更要去爱众生。啊，那你要从最亲的开始看，对妈妈，对你亲爱的，心很软，心都快痛死了，要这样观，要让他快乐离苦。再来不认识的，再来对你最伤害的，你要平等的去修持。那修持一定要离断，你要在这三种所有众生断离嗔恚跟贪爱。你不断离嗔恚跟贪爱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不喜欢某个人不行的。解脱道论第十一，佛说决定总持经，菩萨有四事集成佛道。哇，那打死也要背下来。集成佛道很快可以成佛，你要去做。第一，常行大慈，哀诸众生啊，众生都要快乐，结果众生现在都在受苦，做牛了，做马了，做就是就像刚刚早上讲了。经常在发生各种的事情，墨西哥每年要被暗杀了至少3万，那你算几年哦？所以各位要去思维啊，常行大慈，哀诸众生，观到掉眼泪，怎么去帮？虽然我现在帮不了，但是用心100%的持咒念佛，一直回向给他们。这个世界上到处有人在自杀。第二，常行大哀，为之雨泪下雨，像流泪像下雨一样啊！所以菩萨要保持这个，这个叫三昧，保持这个常行，而且要去实践这种大悲心啊，为之雨泪。第三，常行大喜，何言悦人，示于众生。那各位，这是仁波切的特色。你这辈子人家问你去打坐修禅，我都不知道，反正会笑就好了。啊，所以你不要看到喜欢的男人就多笑两下，讨厌的就不笑。大功德如来又笑一下，啊，所以那这就不算数了。所以我讲的意思，要把佛经当做戒律，这一条不喜欢笑了，以后给你挂个牌子。挂个牌子，人家上厕所，人家检查护照，外面还可以按这个人有没有和蔼可亲，要按一下。人大家要互相扶持，互相扶持啊。和就是柔软，好看的，愉悦的去对待所有人，来，不是光人，是与所有众生啊，你也不要怕他。今天说，哦，那个有鬼，哎呦，好可怕！你看不起鬼，你觉得他好可怕，他就觉得他自己很卑微，那你都要用和颜悦色，念排位的时候也好。第四，常行大护，这个翻译得很好。我们这个舍是平等，但是呢，大乘的舍是平等的保护，救度三界众生生死之患。三界就是整个法界。特别六道里面，你都平等的要去救护他们生死轮回的痛苦。如果这四条做得到，这个叫四无量心，
而且真正的菩萨的事无量心，所以可以快速成佛。那各位最好把它当作你的早晚课，背啊背啊背啊，就像你在背咒语一样啊。比如说你要念一次嗡嘛呢叭咪吽，或者念一次嗡菩提吉祥摩诃婆达雅弥吽，任何咒语，把这个背一次。所以我喜欢把它整理好，因为我经常讲，讲久我都会背一样，所以我也经常看。第十二，那要讲重点，既然你要帮助众生，你要有忍辱的力量。菩萨有四事行得忍辱的力量，这个力量什么叫力量？就是让你的嗔恚起不来，这叫力量啊！所以菩萨要有力，五力，后面还有八威德力。这个力，菩萨就佛有大力量，这个力就可以调伏，调伏自己，更可以调伏众生了。所以你这个你要去修，不然你还会生气、会怒，何等为事？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来这边聚会哦，可能明年开始我们就要定成绩单了，谁又发飙生气了、因为一定要大家互相，这个不是互相监督，而是互相鼓励，谁又发飙了、因为几次以后他可能失去菩萨的资格，不能表法。你连喜欢唱诵的不能唱，有嗔恚心的人不能唱诵，有贪欲心的人也不能唱诵，因为你会把这个污染众生。那怎么办？你要念这件，先忏悔，念忏悔，至少我这几分钟绝对不要啊！但是要修到连平常也没有，不是上座才没有。藏传人喜欢讲上座下座啊，所以而是24小时分，连做梦你都不会有。有时候做梦就啊，我昨天做梦怎么去做那个事情，甚至去伤害一个人啊，我内心里面还有这个心态，要非常惭愧。第一个，待遇一切人如父母爱其子，亦如自身无异。你要决心哦，这个是戒律哦，对待所有人都像父母爱自己的独生子，就像爱自己一样，修这个忍辱力。不然你随时等一下还要生气，还要骂人。第二，若得苦痛抓锤割齿，既无有生而不愁忧。生病了打你、捶你、割你、刺你，你要记，你要认为啊，这个是心记，记我没有这个，我这个身体在被砍杀，因为菩萨无我、无我、无我所，所以没什么好忧虑的。菩萨就最怕他的菩提心被杀了，他的被大悲心被侮辱了啊，其他都假的，但是这个菩提心、悲心没人害得了你，这个是你的本体。要这样修忍辱力。第三，以得解空，离诸所见。以就是真的，你要修忍辱力，要有这个地察法忍，你要看清楚，没有众生在害我，没有痛苦的本质的存在，了解万法皆空，无虚幻，没有一个我在受苦，也没有那个人伤害我，就离开了所有的邪见，觉得说这个见就是有人害我，或者我又是被你害。第四，身所行恶，常自责悔。当我们身业造了恶业，要经常的要忏悔啊。他人所作见而不正，那别人造恶业呢？我们知道对他怜悯，但是千万不要讲，也不要出来说：“哎，我知道钱是他偷的。”啊，不能讲啊！今天警察问你，你都不能讲啊。除非他是修行人，我们跟他说啊，因为他不知道我们结魔啊，我们再跟他说，这是为他好，不是找他麻烦。是为是是菩萨得忍辱力，心无恚怒。所以赶快念完十三，修行菩萨有四种因缘，不狂一切众生。菩萨不能骗人，不能假冒什么我是什么大菩萨。何等为是？一，坚牢修学，坚固不退转的在修学菩萨道。二，慈心与乐，表现出来时时刻刻慈悲，要给众生快乐。三者，悲心悯苦，大慈悲心怜悯的所有轮回众生的痛苦，这才叫真菩萨，
逝者是受众生，所有众生都是我的父母，都是我们的责任，都是我们要摄受他，一直到他成佛。那这样呢，这才叫真正的菩萨啊！修学菩萨道，慈悲摄受众生。第十四讲完，我们就要修学菩萨八种威力相应，要达到这八种威德力，而心无厌烦，很喜欢做这个事情。以于诸众生慈力无恼，那各位众生是天天会找你麻烦的，但是你要有这种慈力，因为我根本就是要给众生快乐，我不会让众生有一点点因为我而痛苦的。二者悲力成熟众生，也要有慈悲的力量令众生离苦。三善修恨怨无作者，我们要善巧方便修普贤恨怨大悲大愿，但又这个作就叫无作戒体。这个无作什么意思？不是说不知，我们白天受八关斋戒，你晚上那个戒体还在，所以叫无作戒体啊。所以这个恨怨已经变成你的连呼吸睡觉都在实践普贤恨怨啊，这叫作而无作。所以虽然看不到它，但是你的就算剁成肉酱了，你剩下一秒钟就要断气了，你还在，我要帮你，我在担心你，我要帮助你，死了以后我也要让你成佛。这个已经成为你的生命了，这个戒体无作戒体已经成为你的生命，因为要有这种威力。第四，智慧力故未除烦恼，金刚般若断除所有烦恼，就像文殊菩萨具足智慧力，用智慧剑来代表断除众生无明，能够消除众生各种烦恼。第五，善巧方便力故无倦啊，就像各位一整天要拍很多节目啊，大家才不会觉得痛苦啊。就像我这一节课讲话大声用力一点，不然各位很厌烦呐。所以你要用各种方法，善巧方便力无疲倦。那就像一个女人今天穿红色明天穿蓝色，她不然她老公会讨厌她。做一个隐歌星也要善巧方便。那菩萨更要千百亿化身。第九，功德力故无退。所以菩萨要不断的用菩提心累积各种的圆满的菩萨功德力。这样你就不怕也不会退转。因为这个功德力可以帮助对方。第七，智慧力故愚痴愚处，愚处愚痴就是无明啊，所以要能够看了解一切。第八，精进力故具足以入，不弃妄念。菩萨要一直冲，精进专心，永不退转。所以具足以，所以过去累劫发的愿，你都在实践。所以修行菩萨有此八种恨力相应，皆无厌心啊。这个是佛陀跟女菩萨讲的宝童夫人所问经，所以在经典里面有很多都是夫人波斯尼夫人问的宝曼夫人问经。那这些各位的后面这一页各位都读熟了，大宝基金庙会童女会，但是呢各位要把它宣扬到全世界，因为这是众一般人喜欢的，怎么长得漂亮，怎么富贵生，怎么眷属，这样由世间法引导他到菩提菩萨法，四条四条，而且很多善知识都解释得非常好。好，我们回家来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，改变您的生活，帮助这个世界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吃素的心是快乐的，护身的心是感动的，念佛的心是平静的，护持的心是感恩的。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系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观音前三门横十界